喂喂，喂喂喂，能听到我声音吗？能听到我声音的，回一下话。One, two, one, two。没问题吧？现在听我的声音都比较清楚吧？没问题吧，各位？能听到我的声音吗？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thirteen, fourteen。来的人有点少啊，这才来了多少个人啊？这是才来了3个人吗？上一节的调式音阶，大家感觉怎么样啊？啊，有完成作业的吗？啊？开始之前调啊，我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热，所以我穿上短裤了啊。可能会这个有一些不雅的这些图片啊，这个大家注意力不要放在这个不该放的地方。现在先问问大家，经过咱们之前的学习啊，课前那点小调查，大家对离调和转调现在有什么概念吗？注意力不要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上。和声小调，
和声小和旋律小有规律可循吗？如果之前的课你听的这个完全理解的话，就知道为什么会有旋律小调和和声小调。说实话，都是为了克服小调它存在的一些这个问题，比如正常的小调、自然小调。你看啊，自然小调一个问题，它没有导音。你为了叫这个生成一个导音的话，你就需要把这个七级提高，这样就呈现了一个这个增二度，这个增二度很容易弹出一些比较诡异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欧洲的这个音乐体系呢，它会把这个六级再提高。那么调式音阶里面使用这个，这个变化音不用死记，其实说白了，旋律小调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个增二级。为了避免出现这个增二啊，他把这个六级提高一个半音。然后上节课旋律小调的这个模式啊，你知道为什么要用旋律小调的模式啊？因为旋律小调的模式，它克服了一些这种尖锐的这种二度音程啊。你还记得我怎么说的吗？咱们说这个调式音阶的出现啊，其实有时候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个小二度。调式音阶里的变化音呢，其实就是当你使用了一些小调，你还记得这个什么情况下有小调的这种叫的这个调式音阶吗？就是当你旋律即兴的时候，还有有时候你为了让某一级的和弦它变得好听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哆里呀，为什么要把哆里呀的六级提高一个半音？就是为了让它能够产生一个，就是有一些原先的。啊，不好用的某一级的和弦色彩，你把它变成好用，或者说改变它的色彩。那么至于旋律小调，你为什么这么要用啊？实际上都是为了在进行旋律即兴的时候，避免出现一些不该有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旋律小调，咱上次讲的第七模式，对吧？旋律小调的第七模式，大家还记得这叫什么？这个叫的什么来？它的第七模式叫的什么来？叫做这个 superlocking，为什么要用 superlocking 啊？它为什么要用这种音阶？因为它这样哈，它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一些叫做回鼻音。你像等等哈，我拿出笔啊。它是你的规律呢？我觉得你不要从规律的角度上去理解，你从色彩上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比如说，这是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是吧？这是不是？你看，这是我刚刚弹的这个叫做 C，叫做 mixo leading flat six。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调式啊？那你就是为了色彩啊！你看看，如果是我们讲刚刚的这个调式，叫做 mixo leading flat six，是吧？它叫做 mixo leading flat six，就是在这个混合莉迪亚的模式上，把这个六级音降了一个半音。它的构成音是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为什么要降低六级和七级啊？那就是为了使用它的一些色彩。因为你发现降低了六级和七级之后啊，它有一些色彩就变了。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七级啊，它的七级由原先的，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大调的话，它的七级应该是一个 B 的半减七，对吧？如果你把七级降低一个半音的话，这个 mixo leading flat six 它的这个七级就变成了一个降 B 的大九和弦，是不是？它就由不可用变成了可用，也不是说不可用变成可用，就是它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好听的。咱们讲这个借用和调式音阶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让某一级和弦啊，从原先的这种改变它的色彩或者改变它的稳定度，对不对？你看这个叫做，这是和声，这是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对吧？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又叫奇迹调式，是吧？旋律小调的第五 mode，
好，那他为什么又要把六级降一个半音呢？把六级降低一个半音之后，它的四级和弦就变成了一个由原先的大调的 F major 变成了个 F minor，对不对？然后它二级和弦从原先的小调的 minor seven 变成了一个半减七，它的色彩每一级和弦色彩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个调式里面你改变了之后啊，它就有特殊的这种听感。是吧？这是一听上去就有一种宏大的爱情的感觉。那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把这个 B 降一个半音，用自然大调里面的 B，它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就有一种增二度产生的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你降低一个半音呢，它不是出于规律，而是出于色彩和你的情感的需要。你如果这个地方，对吧？你如果我们说，如果你弹自然大调的话，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都把它变成拉和西，你同一个和声进行，你听它什么感觉？就有一种傻乎乎的这种感觉，对吧？就那种。就让你听的是不是很自然的感觉？那你如果是用了这个 mixo leading 这个 flat six，啊，对，就是一种俗气的这个三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年轻人的这种初恋故事的那种感觉吧。但是如果你把降六降七，不可避免的，你降低了六级呢，有时候就要降低七级。你降低了七级之后，这个就是一个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对吧？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那么你怎么去凭着你用什么规律去掌握它呢？首先你就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色彩，是不是？你想啊，咱上次讲你的这个什么，你的这个旋律小调的第五模式又叫做一个奇迹调式。奇迹调式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宏伟的史诗般的爱情故事，对不对？那其他的调式音阶，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自己的色彩。比如说 mixo leading，它是有一种力量感。这个是 mixo leading，对不对？有一种80年代，特别是 Michael Jackson 那种感觉，是吧？好多的这个曲子，这个它都有。这个欧美的流行，你会发现用 mixo leading 的特别多，就是因为它有一种正面的，但是又不至于那么虚假的那种能量感，是吧？这 mixo leading flat six，其他的调式，你比如说这个多利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六级降低，提高一个半音，就是为了让它原先的四级变成一个可用的，变成一个明亮的四级。同样的旋律小调，其他的模式也是，尤其是旋律小调，咱讲它的第四模式，对不对？它的这个第四模式叫做 leading dominant。那咱们上次最后一节课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leading dominant 的这个情况？你想，如果是正常的一个 mixo leading 的话，嗦拉西哆来咪。发骚，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音呢，这个哆，它是没法用的。谁能告诉我这个哆为什么没法用？在这个讨论区，我公屏告诉我，为什么正常的 mixo leading 它这个四级扩展音或者它的11度扩展音它是没法用的？不，它是一个小二度。我们不是说过吗？根三七，上方，大二度，根三七的上方的这个大二度音程，都是可用的色彩音。所以你为了用上11级音，你就不得不把它升高一个半音。
升高一个半音之后，咱们讲 Lydian 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升11度或者升4度，它就自然变成了一个 G， 什么 Lydian Dominant。 这个 D Lydian Dominant 它碰巧呢，也不是碰巧，你说它有必然性，它也有必然性，它就是旋律小调的什么第四模式，它就是 D 旋律小调的第四模式，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规律呢，你不能说是规律，就是说你不可避免的。咱上次讲，有时候你使用调式音阶，就是为了避免，为了就是躲开它这个回避音呢，对不对？你像你这个西和刀，它是个小二度，它你就不好用。但是你把它升高一个半音，它就好用，对不对？对，不协和音程。咱们讲呢，小二度不是一个不冲突音程吗？咱在上这个初级课的时候就讲，你那个根三七上方，它的大二度，根三五七上方的大二度都是可用的音，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为了让在即兴的时候出现这个旋律音，对不对？咱们是上次讲了一个很多的这个音，是吧？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升四啊，是不是 ？Leading dominant， 为什么叫它 leading？ 因为 leading 的特色是会有一个升四，对不对？你如果不用这个升四，你感觉这个和弦不好听。但是你用了升四，用了这个 leading dominant 之后，对，是不是这就好听了？说呢，你这个旋律小调就是为了旋律即兴，还有在就是让你就是说，咱们讲那个调式音阶，它主要两个用途嘛。第一就是组织这个和声进行，第二是就是让旋律即兴。其实它你要用它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开有一些想比较尴尬的这些音。哎，现在能明白了吧？它的规律呢，其实就是你自然，你为了不出怪声。你去提高一个半音或降低一个半音，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一些调式音阶，对不对？不好听，对不对？你像这个，为什么用 mix or leading？ 也是为了避免。明白了吧？嗯，明白了吧？是除了一种情况，你可以使用这种冲突音，就是这个什么？咱们上次讲的属和弦，因为属和弦它本身就是追求这种刺激的感觉，所以说属和弦里面是吧？咱上次讲的降二升二，对不对？然后又升四降五，对不对？使用这些调式音阶呢，其实就是为了就是出于就是色彩，完全就是色彩。不然正常的情况下，咱们上次讲的复习一下，你一个自然大调，你弹六级小和弦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出现什么的升 F 的，对不对？正常来讲，你如果你当前的调式里面你遇到了，比如说你演奏大调遇到了这个七级的话，六级的话，它正常使用的这个十三音会是这个音，对不对？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使用一个多利亚的话，它就好用了，对不对？同样，如果你演奏大调的时候是一个三级和弦的话，对不对？你正常情况，如果你目前演奏的是一个，比如说 C 大调，你演奏三级和弦的时候，你只能用这个音。但是你又不能用这个音，为什么？你用了这个音就和三级产生了冲突。
当你把它提高的一瞬间，它就具备了 leading 的什么，就具备了 leading 的这个特征啊，不是 leading， story， 多利亚，多利亚，是不是？因为多利亚有个提高的六级，是不是？哎，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哎，那就是咱们上次也说的，比如说你演奏属七和弦的时候，一个 C 大调属七和弦，正常来讲，你的这个属七和弦用的色彩音只能是这个自然音阶里面的。但是呢，你这样弹色彩它就比较单调，因为自然音阶缺乏变化音，缺乏变化音它就过于稳定。你看，你如果使用了 leading dominant， 提高了个四阶，对不对？如果是使用其他，那你看，你一个 C 大调里面就出现了降拉、降西、降 re、降咪。就出现了很多调式外的色彩音，它的离心力就很强啊。但是你这个离心力出去之后啊，一般的观众就会被震一下，说哎，这怎么突然出现这个音，但是你再把它拉回来给它解决掉，哎，观众就会感觉就是很爽啊，是吧？就像坐那个过山车一样，要掉回去的一瞬间啪给你一下拉回来啊。有的人喜欢过山车就是这样，好吧，没问题了吧？所以这个调式音阶呢，这个其实我本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给大家讲，就是因为你大小调还没有理解的情况下就去硬啃调式音阶，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哎，就会很，就是为什么要用调式音阶，因为什么有规律，你为什么要降低提高这个音啊？我不是什么都需要讲功能进行吗？其实调式音阶它不，有时候它不讲功能进行，它是讲色彩的啊。好，这样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内容啊，今天我们可以快点啊。啊，我们上次讲了借用，还有这个，调式音阶，今天就来讲这个离调和转调。经过了这个功能的学习，其实离调和转调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了，是吧？他们俩的共性就是离开原有的调式，进入新调式。它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离调是属于临时的，去住个酒店啊，临时的进入新调，发生在结构的内部啊，它是。调式是以某一级作为临时的中心，它是作为一个临时的中心，哎，就是你像出去度假一样，是吧？住一个豪华酒店，瞬间就回来了啊，你感觉生活很爽，对不对？那么这个转调正好是反过来，转调是整个乐曲的结构完整的转入了新的调式，就是它会有一个曲式上的差别，就是你一段这个一段结构啊，这个完整的是跑到了别的调上，就像搬家一样，是吧？搬到新家里头去了。他们的目的呢都一样，哎，都是为了丰富歌曲的和声色彩，提高音乐进行的这种动力张力，哎，而就是给你制造一种意外的色彩。咱们不是讲过吗？其实就是现代流行音乐它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你要对功能的进行啊，它要进行一些阻碍、伪装、延长和转移，是吧？一般哈，这个转调在流行音乐里面啊，它很多情况用的比较多哈，就是第一是拉丁风格的这个曲子，比如说只差一步，哎呀，等会儿比掉了，这个只差一步是吧？这是一个什么调啊？大家一听啊，能分析出来吧？这是个什么调式？哒啦哒啦哒啦。G 大调。转调，你看，这就是拉丁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一般啊前面会用小调，
转到大调，或者反过来大调转到小调啊。这个曲子你看这个和弦是什么？咱先从 C 调开始弹吧，一弹 C 调大家明白。251。属七降九和弦，这就是借用了同主音的小调的。这地方是使用的经过和弦，增加色彩感。好，刚刚这个地方啊，刚刚这个曲子大家听出现了一个 C dominant 7到一个 F。大家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叫什么手段吗？这是一个 C 大调。哎，大家在这个微信或者说这个讨论区里面说是刚刚这是一个什么手段。No, 这 K 叫半中指，对，临时五一，对了，这就叫一个离调，对吧？我刚刚弹的是一个 C 大调。这地方是一个属七降九，这里实际上就是以四级的下属和弦作为一个临时的中心，引入了一个五到一，这个就可以理解为一个什么，叫做一个临时的离调。你看这就叫离调，哎，短暂的出去住了一个酒店，是吧？是以 C 大调的四级为中心，引入了它的一个什么附属和弦。哎呀，我的笔早晚要摔坏的啊！一摔笔摔的这个。到这个地方主歌的部分结束，使用了一个重属和弦，就叫做一个转调，是不是？这就叫一个转调，从 C 大调变成了一个同主音的小调。哎，刚刚这个进行，大家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套路？哎，哎，能告诉我是个什么套路吗？哎呀，我的笔呀，摔坏了。对，这是一个小调的卡农进行啊，小调的卡农进行。只不过是它进行到最后五的时候啊，使用了一个五的重属和弦。看到了吧，这是用了一个重属的第七啊，就是 C 小调的重属第七到一个五级，然后一个 G 七降九，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卡农进行。
这是拉丁里面啊用的非常多的一种手段，就是叫做这个什么啊，它就会有一个经常的是主歌一遍啊，这个要么主歌在大调上，副歌在小调上，这就叫做一个转调。比如说这个，只差一步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它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它这个一般是指，它这个我记得它是指那个赛马啊，赛马的一个术语，只差一步就赢了啊，就是很可惜。后来就变成那个经典的阿根廷 Tango， 对不对？刚刚这个，这是一个拉丁 Tango， 叫做 Quizás， 这个梁朝伟那个叫演那个什么来。我刚刚这个进行，大家给我说一下，耳朵好的说一下，我刚刚弹了一个什么进行？对，这是一个小调的251进行。No， 这不是451哦，这不是451，这是一个我刚刚弹的这个是一个 G 小调，对吧？这是一个G小调，哒啦啦啦啦啦啦。小调的二级是什么来？哒啦啦啦啦啦，这不就是小调的251吗？哎，就是缺练啊，这就是缺乏练了。小调的251，半减七，二级半减七，五级数七回到一级，对吧？这是我们下一章这个替代和弦要讲的，叫做三全音替代。这是一个五级属七和弦的一个三全音替代，降二替五。哒哒哒哒哒哒。同样转到大调之后，它的251就变成了一个二级小到什么五级这个属，再到一级回到小调。这花样年华还是哪一个，反正就是这个，反正就演的那个比较那个导演叫什么来，就演重庆到重庆森林，王家卫，王家卫的那个这里面好像还有木村拓哉演的，叫这个叫做 Kissas。等回来我把曲子发在这个群里，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好，所以拉丁的这种用的特别多，你去注意听那些 Tango， 好多好多的这种啊，有这种曲子，比如说啊。这是我那个改的美少女战士啊，大家可以听听，这是比较有拉丁的这个感觉。第一是节奏，第二就是它的和声，它经常会在一个色彩完全相反的这两个调式之间横跳啊。好，那么离调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这个 Autumn Leaf 和这个 Fly Me to the Moon， 是吧？连续的五度进行，实际上就是一种调式中心的连续的这种转换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啊，这个Fly Me to the Moon。对，是 perhaps 好，我现在弹了一个 C9， 大家告诉我下一个和弦它要进到哪儿？来，根据大家学的这个啊，一出现属和弦，在对，是要到 F， 一出现一个 B 的半减七，大家想想，这要出现一个什么了？一出现 B 的半减七，根据一般人的常理啊，流行里面的常见的套路，你出现半减七，下面要出现一个什么？
大家写写。对，要出现一个小调的二五一，一个 E 的属七。好，注意听，我现在出现了一个 A7 降九，降九降六，降或者降十三。大家告诉我下一步要出现一个什么和弦？哎，这就是连续的离调，对吧？你不要管这些复杂的这个色彩音，只要你能听出这是一个属七和弦，怎么判断属七和弦？你去找它的三弦音在哪儿。明白了吧，是吧？你看这个是不是这个连续五都进行，它之所以好听，就是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A 小调或者 C 大调，是吧？有没有感觉要爆炸了？就特别难听，是不是啊？这刚刚这个你要是一般的这个跑到琴行里，突然不好听了，是不是？好，那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其实后面讲的，后面我给大家剧透一个，后面要讲的这种替代和弦，还有这种不完整和弦，实在。好，这个你看刚刚这个，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方法，是吧？你可以在这个伴奏声部制造一个二度，大家一看，听爵士的时候肯定听到过这种东西，你乍一听这个和弦是不是就彻底傻眼了，对不对？哎，那这种和弦其实是叫做什么？这不是一个减七，这叫做一个减大七。减大七没听说过吧？啊，好，实际上这就叫做一个不完整和弦。哎，你看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和弦啊？这叫做一个 E 属七和弦的无根音形式，这是一个 E 七的和弦，因为它下一个目标是 AM， 是不是？这是一个什么？这就实际上是一个升九，哎，升九升五，或者是其实这应该叫做一个升九和一个降十三，不能叫做升五啊，因为下一个目标是一个小和弦，哎。所以呢，如果说你把根音去掉，这就出现了一个你正常无法识别的一个和弦。这是一个爵士风格里面的这种音乐的它一种审美特征，就叫做一种模棱两可的和弦，对不对？我们原先讲过，你必须同时具备根三七，你才能明确一个和弦的属性，也就是一个属和弦必须同时具备的根三七音，对吧？也就是说放在调式里面就必须具备它的下属属和导音，它才有明确的属和弦的这个性质。但是在爵士里面它不追求这个，你去掉根音之后，它会有一种让你不明白下一步要往哪进行的感觉，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音在干扰你，是吧？你看，如果我们正常古典的话，这是古典，大家听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 A 的功能进行。但是在爵士里面呢，它会怎么着？首先加入很多的色彩音，比如说升九，再加一个降九，再加上一个什么降十三，然后呢把它去掉一些构成音，比如说去掉根音，
然后再把这个音降一个半度。为什么？我们说要在你的和伴奏声部里面制造一些比较有冲突的二度音程。你看，在爵士里面 E 七到 A 的进行，就变成了这个动静。哎，你看，你按理说应该进行到一个 A 小七，但是我就是不弹根音，把根音去掉了，应该是原先应该是，但是我去掉这个根音，然后呢，这就是一种叫做我们讲的，就是对功能和进行的一种就是伪装嘛。什么叫伪装啊？弹的不明不白不白。对吧？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伪装？只要你的和弦里面具备了一些关键的音，部分的关键音，它就具备了向这个和弦进发的这么一个趋势。你看，只要具有了这个，比如说对，只要具有了西发，它就有向哆咪解决的这种趋势，对不对？对吧？那你这么呢？把 G 去掉，只要有西发，它向哆咪进发，它就有合理性，它具有合理性，不具有必然性，但是具有合理性。这是刚刚讲的属七升九，然后呢，你把根音去掉，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你说不出来是什么的和弦？哎，那这种就是现代和声的一种爵士和声，爵士体系的和声，对对对，充分不必要条件，对，说的太对了，对，数三七，其实有时候你只有一个三，或者只有一个七，是吧？比如说什么 ，sus， 对不对？为什么说 sus 是个模糊的和弦？它就是呢，它具备向某一个和声进发的可能性，但是不是唯一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在 sus 的和弦上，你加入一些这个色彩音，会变成什么样？你看 SAS， 哎，这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个道理啊。这个又给大家这个高级篇给大家这个跑远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现代和声它复杂在哪啊？就是第一是有很多临时的五到一上，那么第二呢，就是这种临时的五到一啊，它经常是一个不完整形式 incomplete， 或者是一个叫做什么？这种高度叠加的这种模式，我这个一叠加的越多啊，它的这个就越模糊，对不对？咱原先讲过，是不是？你看你的一个四级和弦，四级下属和弦叠加九音和升十音，里面就具备了属和弦的性质，对不对？是吧？然后呢？当你弹这个法刀骚七的时候，它你看这个软件不识别，这个时候它就既具备了什么下属的性质，又具备了属的性质。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这种和弦它复杂在哪？第一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大量的这种五到一；第二有另外有大量但这个伪装的，还有这种乔装打扮的这种。乔装打扮的和弦，对吧？哎，它就是不实习，因为这个和弦它是不存在的，法骚西刀，这还是我们说的。其实我这个上两天课程的时候啊，我们会底下人会比较有印象，就是我一直在说，哎，就是说这个什么，现代和声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对和声进行一些伪装、拖延。隐藏，稍等一下，我有一个信息，我看一眼啊。要对它进行一些伪装、拖延、延长、阻碍，对吧？好，现在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呢，我们想一个曲子里面啊，你要好听，
就要通过临时的附属和弦、临时的离调或者转调加入新的这种功能进行。加入新的功能进行的时候，使用一些不完整的和弦，演奏出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它就会把观众的这个兴趣提起来，对不对？是吧？好，咱们看看流行音乐当中的这个什么常用手法，是吧？我们刚刚讲的是一种高级手法，在流行音乐里面比较常见的手法就是说，以两个调式之间的共同和弦或者具有共同音的和弦作为桥梁，引入新的调式的属功能，哎，属主功能的这个进行。流行里面这种复杂的，比如说使用升九降九或者升十一降十三的这种情况，相对来讲比较少啊，因为这种啊，你搞得太复杂了，一些这个艺术审美不是很高的人他听不明白，他觉得乱，是吧？很多人觉得爵士乱糟糟的，是吧？好，那流行音乐的这种惯用手法呢，第一是大调转到关系小调上，或者小调转到平行大调啊，平行大调是中国的古典乐理里面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关系小调，对吧？好，在流行当中，你想，咱们说过两个调，自然大调和小调，它的关系小调是非常容易转的。为什么？你想想，如果一个 C 大调，它的七级的七和弦是什么？哎，大家告诉我，对，半减七。那你半减七对于它的关系小调里面，是不是正好就是关系小调的二级？所以说呢，现在的曲子里面由大调向关系小调，它是非常容易横跳的。这个究其原因呢，咱就叫这个东西，因为它大调和它的这个关系小调，它为什么叫关系小调？它叫做一个近关系调，对不对？所谓近关系调，就是两个调调号差一个音的这种调，或者完全相同的调。你看 C 自然大调，它和它的关系小调就差了一个音，所以说大调在向小调进发的时候，反过来关系小调在向大调进发的时候，它是非常容易进发的。只要你拿出七级来，对吧？大调拿出七级来，对不对？对吧？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刚刚这个曲子非常简单，是吧？然后转到小调的二五一，六级是以六级为中心，就是它的关系小调为中心。然后呢，接着就是以四级 F 为中心，引入它的一个二五一。接着四级借用同主音小调的四级，然后来到了五级半中指。是不是它一定会就是说你如果只弹自然音阶的话非常的乏味啊，自然音阶你缺乏变化，一切都是可以预料的，一切都是沉闷的，是吧？所以一定它会引入一些，对不对？像这个啊，开始了小调的四五一，你看这个一模一样的和声手段，是吧？刚刚是这个周杰伦的一个说了再见之后，是吧？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啊，不好意思啊，电话接完了。嗯，这个看周杰伦的这个曲子，说了再见之后，他和刚刚的曲子这个套路是一样的，从四级开始，然后五级，然后转到四级的小调 A 小调的四五一。然后是以四级下属和弦二五一，然后呢四级借用同主音小调，然后回到大调的二五一，一个半重指式。是不是跑到了这个小调，是吧？大家能听明白吧？啊，给大家稍微缓几分钟。哎，这个听明白的打九，哎，这个不明白的打一啊，就是最不明白是一啊，非常明白是九。大家能现在能理解吧？哎，还有人在吗？怎么感觉好像掉线了呢？好，所以说你看这个流行里面其实比较简单的是吧？八谱的时候是怎么听出来？这个我其实就是一些预判嘛，是吧？流行里面的套路太明显了，四五三六二五一。当我一听到一个属和弦的时候，我就预感到它下一个会出一个，对你，其实哈，就是你搞流行的哈，尤其是搞这种口水歌的哈，一听小和弦，这潜意识就会出现二五一。是吧？如果是一个大和弦，如果是两个相邻的大和弦出现，那基本上潜意识里就会出现四五三六二五一，对不对？你像这个，你这是其实就是长久练习产生的一种这种，就和你看这个电影一样，对不对？如果一个人长得太像好人，他就一定是个坏人，是不是？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就是某些风格电影里面，一旦这个人长得又帅，然后呢又这个很好，然后好像没有缺点，你就预感到这个人可能会是反派，是不是？其实是一样的，是吧？你就像搞流行的大陆口水歌，听多了之后，你只要一听这两个和弦，两个相邻的，对吧？两个相邻的大二度的一个大和弦。然后你的这个第一直觉，对于我来讲，第一直觉四五三六二五一，对吧？当然是四五二六啊，三五二六一之间的，它可能会加入一些伪装，它可能四五三六，它不弹四五三六，四五，它不弹这个小三，它把小三变成一个属七，对吧？因为属七。它也会向六进发，对吧？等等啊，宝岛，我一听出现属和弦啊，马上下一个叫。你一听一个大和弦，接着往下出了一个属七和弦，这大概率就是四级要向三级出发呀，对不对？
因为你正常来讲，咱们流行里面的套路是不是，是以三级，你像 C 大调的三级，它的三级，是不是就是关系小调的五级？啊，是不是？大家能反应过来吧？我讲的有点快哈。你看，这就是明显一个小调的六五一，或者是一个大调的四级，然后要向小调进发，临时离调，一出小七和弦，我的潜意识里面马上要出二五一，是不是二五一？是不是？这就是一个。这个叫做变格终止，是四级到一级。二五一。五一。二五一。因为一出小七和弦，我就会预感到。下一个出现了一个半减七啊，我就有马上就能预判，这要是小调的一个二五一，就是关系小调的后面比较这个就有点难的，是吧？啊，是吧？后面这个基本上就是个套路。要看他的这个 solo 一直这么滑少，实际上他在不停的是在一个和声进行里面在走，这个还是咱们讲的一个四级，是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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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出现一七，马上要向 AM 进发，对吧？哒哒哒哒哒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电了啊。所以刚刚的这个和声进行，其实你不要看它这个多么复杂，它都是在一个框架里。我一听它出现了一个小七和弦，哎，马上我就预感到它会出一个什么二五一。然后这个地方会出借用一个小调的，是吗？小调的同主音的四级和弦，然后呢反复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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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开始回来了，是吧？其实就是这一个和声进行在不停的重复。到了这个 AM 了，是吧？又到这个 AM 了，然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曲子整个就是这个即兴，就是大量的临时的251啊。好，这流行里面就是这个又跑又起飞了哈。刚刚有朋友说怎么去判断，其实就是根据你经常听产生的一种预判，还有一种你的这种就是经验的积累嘛，是吧？好，继续往下看啊。咱们讲啊，就是为什么流行里面会有这种像关系小调这个进发的这种趋势，就是因为关系小调它是一种近关系调，哎，它的构成音非常的接近啊。咱扩展知识啊，就是相差一个调号的两个或几个调式，它就被称为近关系调，如 C 大调和 G 大调， F 大调到 C 大调都叫做近关系调。为什么呢？ C 大调全是白键，那 G 大调呢只差了一个 F， 那 F 大调呢只差了一个 B。 所以呢，咱以此类推，下面的这些调式就互为近关系调，这个很好理解吧，对不对？ C 自然大调和 A 自然小调是一个关系调，对不对？是不是？那 G 自然大调它的小调是什么？就是 E 自然小调。那么 F 自然大调和 D 自然小调就是一个近关系调，因为它们的构成音只有一个不一样，这就是一个近关系调，对不对？是吧？其实你想想，你的脑洞，你的脑洞一打开之后，所以说你其实拐一个弯啊， C 大调就能跑到 E 什么和声小调上，对不对？对吧？因为 E 和声小调，你到E 自然大调，它是一个近关系调，是不是？然后呢，你还可以从 D 跑到 C， 跑到 D 自然小调，哎，那这个或者说 D 的和声小调，甚至你脑洞再开一开，经过一些这种处理，你的这个 C 自然大调转到你像 A 的旋律小调，或者说转到这个什么，转到 E 的旋律小调，它也不是没可能的，是不是？就是通过近关系调的关系调，哎，就是近关系调的关系小调，近关系调的关系旋律小调，它就可以进行一些非常复杂的这种转换，是不是？哎，其实你看，比如说，咱现在如果你像怎么才能利用这个 E， 是吗？怎么才能利用这个 E 的这个什么旋律小调？或者 E 的多利亚，哎，怎么去用呢？你看看啊，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有 C 大调，怎么能转到 E 的小调呢？是不是？啊，这是不好意思，转了。是不是？你如果是以三级，啊，我的笔啊，哎呀，摔烂糊了，怎么能转到一个 E 的这个旋律小调？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看 E， 它的小调，它的主和弦是一个米嗦西，是不是？你如果是以米嗦西，这个米嗦西对于我们 C 大调来讲，就是它的三级，对不对？是不是？三级和弦，你如果以 EM 作为一个临时的中心的话，你想引入一个 EM 的251怎么着？这是不是就跑到，自然的就跑到了这个 E 小调里来了，是吧？你看，那我刚刚其实演奏的，我把这个六级升高了，这是不是其实就，这是不是就是跑到了一个旋律小调？你其实非常简单，那你为什么你这个可以用这个升 C 啊？这就是讲的，你如果说是为了出，咱就是回到了一开始 Sherry 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时候用旋律小调？因为旋律小调它的二级是一个小七和弦，对不对？你如果说是自然小调或者和声小调，它的二级是一个什么和弦？大家这个回答我一下，群里或者微信里面。对，半减七的色彩比较苦涩，一半减七，你从调式音阶上讲，它是一个 locrine，
我觉得它太苦涩了，我不想那么苦涩，我想把它变成一个，哎，升 F 的小七和弦，这是不是就自然运用到了我们的 E 旋律小调啊？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用旋律小调？我就是不想出这个半减七的色彩，是不是？那因为 E 旋律小调是 G 自然大调的关系调，G 自然大调又是 C 大调的一个近关系调，所以呢，它俩进行转换就有了一个桥梁，是不是？是以 C 调的三级作为一个中心。哎，对不对？然后再回到二五一，是吧？是很自然的，就跑到了我们的这个啊，叫做这个近关系调的关系调，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大家的这个一旦是能对功能有一些理解，也对色彩有一些理解，这个远，其实你刚刚弹的这个，这就对于 C 大调就是一个远关系调了，它有三个音不一样，但是你通过这种桥梁和弦和这种功能上的一些关联，千丝万缕的关联，你就可以让两个远关系调强行的扭在一起，明白了吧？就是靠功能进行，是吧？这就是离调和转调的意义，对不对？啊，是吧？转近关系调这个我就不讲了啊，在古典里面特别多，在小奏鸣曲啊，还有写奏鸣曲里面经常就有这种要求，就是你这个主部完了之后，你可能会到下一个部分，你跑到这个它的属调和下属调上，比如说 C 调，它会让你在其他部分之后跑到这个这个它的 G 调上，对不对？看。想不起来了啊，这个古典也忘得差不多了。好，好，那么咱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讲流行，咱们讲流行音乐的第一种用法就是跑到这个关系小调上，对吧？第二种用法就是说，以调式中主和弦外的，以一级和弦以外的任意一级和弦作为临时的主和弦，引入到临时的属到主的功能进行。这种，哎，去，什么情况？等一下哈，出了点小问题哈，各位不好意思，今天这个小状况比较多哈，嗯，大家等一下啊，嗯，好，这样恢复了，嗯，就是以主和弦中的任意一级和弦作为临时主和弦，引入临时的属到主的功能进行。这种方法在传统乐理啊被称为附属和弦法，对不对？咱们讲过啊，是吧？传统乐理里面三个正三和弦，对吧？其他的二三六叫做副和弦，对不对？七也叫副和弦，但是七一般叫做导和弦，因为它有导音，是不是？好，通常啊，为了使离调的和声进行的更加自然，还会引入临时的下属功能，构成完整的什么 S D T 的这种进行，实际上就是二五一嘛，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么附属和弦很容易引发流行中常见的五度下行，它会形成调式中心的不断转移。你比如说 C 大调，好，如果我以二级作为中心的话，大家告诉我可以引入一个什么样的二五一啊？如果我现在 C 大调以二级为中心，那我可以引入一个什么样的二五一啊？咪拉 ，right， 对，如果你想是和声小调或者是和声小调进行的话，就是一个半减七；如果是旋律小调的话，就是一个小七。同样的，如果是你以三级为中心的话，那就是升 F。那么如果你以六级为中心的话，那么如果是以四级为中心的话，那么以五级为中心的话，是不是就是引入了很多调式外的这种色彩啊，对不对？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的原先的一个单纯的这个1645的进行，是吧，
在中间有一个离心力，你比如说正常的是一个圈儿，对不对 ？C、F、G， 是不是？这是一个正常的圈圈，哎，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点的母的感情的一个进行，是不是？一四五。当然说，如果你现在本来是要进行一、二、四、五，对不对？这是可以的。那你如果啊，把这个 re 加入一个圈儿，对不对？再把一个 F 加入一个圈儿。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和声进行圈，你会发现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等啊，哎，不好意思啊，错了，这应该是个 E 的半减期啊，到 A 的半减期，然后你的和声进行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了吧？然后。你看没看到？这就从一个本身非常的单线型的进行，对不对？你看，如果是一个单线的进行的话，一、四、五，对不对？现在就变成了什么？等这样，就变成了这个样，然后。你的这个和声进行调是不是就被延长了？是吧？它就变，这个和声进行调就从一个单线型的进行，它就变得非常的这个什么，有很多的这种被延长、被阻碍了，是吧？像这个给大家写的这个和声进行。古典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以四级 F 作为中心，引入了一个五级的方法。但是这个分析法都是古典里的分析法啊。这个 K 四六叫做这个什么中指四六和弦啊，这个就不给大家多讲了，好吧？好，那你看这是不是临时离调，对不对？就是刚刚的这个什么，刚刚的这个解释了一下，就是以四级为中心引入了一个二五一，对吧？哎，是不是很好理解啊？好，那现在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看今天还差多少啊？今天差的不多了，很好，今天这个进度掌握的还可以。好，由离调引发的连续五度下行，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以前给大家举过，这是雪之华的那个例子。是吧？这是一个C 调的曲子，或者说你说一个 A 调的曲子也可以，是吧？好，你看它的这个进行是怎么回事？哒啦，它这应该是一个 C 大调的曲子，四五一，但是它的五没有什么，没有用属七，用属七太明确了。谁能告诉我刚刚弹的这个和声进行是一个什么进行？No， 这可不是二五一喽。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看看网干净了吧，小调的六级它是具有下属功能的呀，是不是啊？咱们原先在讲这个什么，在原先讲这个初级课时候讲功能的时候，你六级是具有下属功能的，对不对？小调的四五一是什么？那小调的六级它也是具有下属功能的，对不对？
是不是？想起来了吧？六五一，那咱不是讲过吗？那这个替代和弦，同功能替代和弦，一般上四度、上三度或下三度都是替代和弦。有个小调的四五一，小调，比如说 A 小调的四五一是一个 D-7， 那 D-7 向上三级的功能替代和弦是什么？六级。那向下三级呢？就是二级，所以二四六都是下属。那么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 F major 7作为一个下属和弦呢？因为你看，这个是我们大调里面的下属和弦，对不对？你正好，我们正常讲啊 ，C 大调进行到下属和弦，这是一个变革半中指，是吧？你会感觉啊、哦、很自然，但是它突然给你来一个峰回路转，我现在把它作为两个和弦之间的一个共同经过和弦，突然转到了它的小调，画风突转，就从原先比较高兴的这个感觉。是吧，它这个你看就明显出现了小调的特征。暑期降九吗？暑期降九是和声小调的属和弦里自然会出现的。二五一，你看这就进入了什么？这就进入了连续的二五一进行，这个地方注意听，这里首先就是以小调的五级，或者说以大调的三级，对不对？以小调的五级，自然小调的五级或大调的三级作为临时中心，引入了它的一个小调的二五一。你看看，然后这个 EM7 呢，你想想它又是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 D 旋律小调的二级，对不对？旋律小调的二级是一个什么？旋律小调的二级是一个小七和弦，这就是 D 旋律小调和我们的这个 C 大调当中的一个叫做什么，桥梁和弦，对不对？桥梁和弦，是不是？这我们不是刚刚讲了吗？这个 F 小调是D 小调是 F 大调的什么关系小调， F 大调又和我们的 C 大调是一个近关系调，所以说呢这个 C 大调跑到这个什么，跑到近关系调的这个关系旋律小调上是非常简单的啊。其实你也不用想那么复杂，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地方就看作是以 C 大调的二级作为中心，引入了它的一个旋律小调的对吧？你想旋律小调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旋律小调的特征就是一个会有一个大六级啊，是吧？旋律小调的二级和弦是不是一个小七和弦？哎，是不是都忘干净了？当时让大家背每一个调式每一句和弦的色彩，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离调的时候给你一点点 clue， 给你一点的这种提示，对吧？好，接着这个 DM7 实际上就是下一个目标调是 A 小调的四级，然后呢 A 小调的二五一，是吧？这就进入了小调。啊，变小调了，是吧？
大调就跑到了关系上的 A 小调，大家明白了吗？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五度圈的循环啊！你看看是不是？我给大家规律起来之后，哒哒，哎，我一直这个地方哈，我都老是忘，但原曲里面是一个半减七还是一个小七啊？那如果说半减七的话，就是一个 E 和声小调的这个二五一；那如果说是一个小七 minor seven， 这就是一个 E 旋律小调的二五一。接着套中套是吧，那么讲套中套，接着就是以 DM 作为中心，因为正好你这个前一个目标的这个 tonic 一级啊，它正好是作为下一个 tonic 的几级啊，二级，是不是，是不是连续的二五一进行，是不是这就形成了咱们经常说的五度圈，现在大家知道是怎么来的了吧，是吧？因为五度圈它非常容易就变成这种五度圈，是你一不留神就能弹出这种连续的色彩进行的一种和弦。它为什么这么用呢？就是为了给原先很平铺直述的C 大调也好或者 A 小调也好加入很多调外的音，是吧，你出现了一个升 F 和一个升 C， 对不对，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升 D，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降 B， 是吧，所以你看经过啊，最后一个还出现了一个降 G，对不对，色彩音，降 B 升 C， 出现了升 G， 所以你看这个曲子是不是它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为原先只是几乎都是白键的小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色彩音，使和声进行它非常婉转而伤感啊，就是我想起开心的事情，是吧，我开你在笑什么，我想起开心的事情啊，你在哭什么，我想起难过的事情。是吧，咱们在流行音乐的这个套路里面，在最后一个套路的时候介绍过一个 deceptive cadence， 是不是二五后面不进行到一，而是升高一级进入降二级，是不是，这种手法在一些这种老派的情歌里面也非常常见啊。你看因为这个男歌和女歌的这个音域不一样，是不是，第三种用法，其他的转调法啊，咱们刚刚讲的是前两个，第一个是转到关系小调，第二个是连续的离调，第三个就是利用一些 deceptive cadence转到别的调上，这样在情歌对唱里面特别的常见。比如说这个酒井法子和孙耀威的这个歌叫做《有缘千里》，啊，这个我从主歌开始吧。小调了，小调的一个 A 小调的一个临时的附属和弦，这就是一个在原先的老派的男女情歌对唱里面，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男性和女性他那个音域不一样啊，有时候为了照顾这个音域不是很广的这种歌手啊，他就中间一定要这个转调，哎，然后最后男女合唱的时候通常是会转到另外一个调上折中一下。然后
后像那个还有很多这个老派的一些励志的歌曲。又是一个小调的午夜。是吧？你看，他要讲往上提，把你旋律，把你这个情绪往上推，他就要从 C 调变成降 D 调。他是怎么来实现的呢？就是在这之前引入了一个。你可以用两种方法，第一个 deceptive cadence，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临时引入这个降 D 调的五级和弦。看看，然后再转，是吧？这种以前把它往上拔高的这种，经常就会用这种方法，好吧？好，那今天几乎这个内容就完了哈。对于新人在演奏的时候啊，你几乎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级数的。你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把任意一级和弦变成属七和弦，它马上就离调了。你比如说弹哆咪嗦西，哎，你把它降低一个半音，哎，它马上就变成一个属七和弦了，对不对？那如果遇到小和弦呢，把三音降到一个半音。遇到大七和弦，把七音降低一个半声。在古典里面经常有个是，还有这种进行，是不是？就是把任意一级和弦由原先的这种，你像除了七级以外，等等哈，妈呀，又有程序报错，等等哈，你看除了七级以外，每一个和弦你要变属七都很简单。对不对啊？好，所以呢，如果哈，你对这种和弦的构成非常的熟悉，其实而且能够真正的理解这种离调和借用的原理，基本上哈，这个流行音乐中绝大多数的和声现象，你就能一看得非常的明白，没啥东西。周杰伦爱用的那套东西，不就是一个临时的这个离调再加一个和弦借用嘛，是吧？你如果一旦了解了这种借用和这种离调的原理啊，你写的可能比他还好。所以呢，这个我给大家建议啊，平时多听一些拉丁风格的音乐，比如说 Bossa Nova、Tango 这些啊，因为在这属于张力非常大的这种和声色彩冲突非常大的这种音乐，多听把自己耳朵磨出来，是吧？相比较一些门槛比较高的风格，比如说 Bebop 啊，你像这个 Bossa。Tango 啊，它比较流行，而且一般听众也都容易接受啊。这些音乐家大家可以看看啊，像这个什么，Antonio Jobim 啊，Stan Getz、Sergio Mendes，这都是南美音乐的大拿。大家可以多听一下他的歌啊，多听一下这些人的歌，来把自己的这个听力，这个把自己的色彩感觉给听出来。就是你经常听什么样的音乐哈，你的这个潜意识就会被磨出来，对不对？那这个非常好听的一些拉丁的音乐，是吧？好，剩下这点时间，我把替代和弦讲一下哈。这个咱必须得尽快了，要不然讲不完了。咱只讲讲这个同功能替代，好吧？就讲讲这个同功能替代。这个同功能替代其实很简单，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就是说，就具体的原理我就不讲了。咱刚刚讲的，你一个和弦上下三级，哎，这就是一个什么？
叫做一个同功能组的和弦。它们为什么具有同功能啊？就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一些相同的构成音，包含了下属音，还有属音，是不是？大家都还有印象吧？这个都是基础部分讲的这种，是不是？同功能的和弦相互替代，这是一种最安全的替代法，对吧？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它替代和弦的构成音啊，它和原来的和弦，它是来自于同一功能组。你比如说下属，是不是？你像同一个下属属到主的进行二五一。是不是？这是二五一。那如果四五一呢？那六五一呢？你会发现，它给你的感觉基本上是都是一样，都很合理。唯一不同的就是色彩不一样。为什么色彩不一样？你看，我们讲过，哎，你如果是大调的四五一，这三个和弦，它的基础色彩都是大调，它比较的单一。那你如果用同功能替代的话，它的下属的色彩就由原先的大七变成了一个小七，对不对？那你如果是用六级的话，那又变成了一个小七，但是它的小七的感觉不一样。听听。你是不是感觉和二五一和四五一，虽然这个功能性一样，但它的色彩是不同的。而且呢，它这个同功能替代啊，它也是因为你的和弦在经过了这个不断的扩展之后。你如果你把你的小小和弦扩展到我们的十一音，你会发现它包含了二四六，所以说呢，六级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四级的不完整形式。啊，那你如果再把这个发去掉，嘿，你看这个和弦，它也具有下属的功能，这叫做一个不完整和弦，对不对？它实际上都是属于一个同功能组互相替代的这么一个原理，对不对？复合弦的功能我们讲过，取决于它和正三角和弦之间拥有多少共成音，以及处于优势地位的音是什么，这里就不再讲了，基础部分都给大家科普过，不用我再讲了吧？啊，听不懂的回去重新看大小调啊，是不是？啊，那给大家举的例子也是，因为像 C 大调为例，因为 EM7 里面包含了骚和西属音和什么导音，所以呢，三级有时候是具备属功能的，对不对？啊，这以前都讲过，对不对？同功能替代和弦的典型例子就是这个四五一变为二五一，哎，我们刚刚讲过，就是二与四呢都是下属功能，因此可以互相替代。这至于为什么要替代呢？就是我们讲，因为色彩的关系。因为你像大调的四五一，它是三个大调基础色彩的和弦，它比较的单调，所以在流行里面经常会出现同功能组的二级小和弦替代四级和弦，对吧？对于小调，我们刚刚还出现了一个什么？是不是小调的六五一？对吧？你看，是不是小调的六五？好，然后接下来你要以小调的这个什么二五一，小调的二五一，你可以再把它变成什么四五一，还可以变成什么六五一。那刚刚的这个和声进行就变成了什么六五一，对吧？再什么，然后再变成一个什么六五一，哎呀。哎，它要变成六五一是什么？啊？然后，如果你要现在是用一个下一个目标是想要
要二级的这个什么和声进行六五一的话，它是什么？我看看它是一个什么，应该是一个，对不对？六五，连续的二五一进行啊，这就是一个同功能组的替代，目的就是为了使产生不同的色彩，是吧？哎，好，今天就是讲这些同功组的功能组的替代，我就不多讲了，是吧？这都是基础部分，不停的在暴露、重复的。好，那今天怎么样？大家这个现在为止，能听明白吧？还是这样，一到九啊，非常明白的九，不明白的一，哈。啊，那到底是明白，吓我一跳，也讲这不明白是吧？那今天其实就是讲了基于这个功能组的功能的这个一个离调和转调是吧？离调就是离调和转调，实际上它都是一样，都是要有一个属功能到主功能的进行，然后它的唯一不同就是转调是整个节奏跑了，对吧？那临时的离调就是以某一级作为中心，比如说 C 大调，然后你以二级作为中心的话，就是它引入二级的半点七，对不对？啊，这就是一个临时的离调，对吧？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还讲了连续五度的进行，还有一些不完整的和弦啊，还有一些这个近关系调怎么利用这些近关系调的关系调转调是吧？然后还讲了一个同功能替代啊，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好吧？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啊？有什么问题可以提？这个桥 intro 这个 intro 和 outro 这一类的，这个涉及到作曲法了啊，这个，用桥的话，我觉得一般就是可以用一些连续的上行，这些可以用。然后临时的二五一，或者是模仿一下原曲的一些动机啊，这个手法上就比较复杂了。这一两句话也不很说的不是不容易讲清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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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个我讲的那个加花的方法，大家还记得吧？就套路性的加花，里面有一些手法，你就可以把它那个用在桥段里面。就是当你旋律出现空档的时候，或者两个是交接的时候，像比如说半音接近法啊，或者动机这个重复法啊，或者说这种魔镜啊、镜像啊这种方法就可以用。Intro 就是这个。Intro 就是这个曲子要进入前的前奏，是吧？桥就是两个桥段之间连接 ，Outro 就是尾奏嘛，是吧？其实就是这个，其实这你要想弹好这个，就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就是当你在主歌或者副歌高潮部分弹完了之后啊，你能抓住其中的一部分动机，对它进行一些发展和一些变化，这用这段做那个桥啊，它就比较合适。对吧？你像以前啊，这个小学、中学、高中那种弹伴奏的时候，经常就是拿出副歌的最后一部分来做前奏，对不对？是不是？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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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这是高中、初中音乐老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说，当你不会弹前奏的时候，就拿出副歌或者是高潮最后一部分做前奏，是不是？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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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啊，这个曲子你要想改的话，可以加入很多这个现代的要素嘛。
卡农进行。就是一个附属和弦嘛，下属和弦，从属和弦，然后呢，这个中间的桥，哎，这是我以前编过的一个曲子，就可以用一些 mixolydian 的这个和声。奇迹的调式，是吧？这就是利用了一些调式音阶的色彩。你或者说用这个借用的手段，就是借用了同主音的这个小点。然后挂和弦，这地方用了一个 Neapolitan， 叫做一个这个拿破里进行。这个 bebop 我不会弹啊，我真不会弹啊，我又不是谦虚，我真不会弹啊，我也想弹好，但是没时间练啊。今天这个内容就是这样，大家明白了吧？哎，就是你在一些典型的一些曲子里面，你像就甚至包括红歌里面啊，使用一些色彩化的调式音阶的元素，就会让这个曲子变得既熟悉又陌生，还有一种这个亲近的感觉。不能乱改啊，不能乱改，犯政治错误的。好，今天这个课程就到这儿，好吧？这个作业的话啊，这个作业，哎，作业大家谈雪之华吧，好吧？然后雪之华中间的离调啊，连续的五度进行弹一下。把雪之华在 C 调上、G 调上、F 调上，还有一个 D 调上啊，去练一练，是吧？那你要弹好这个调呢，首先你在 C 调上把这个和弦级数标好，然后中间的这个，你先把这个和弦标记写好啊，一级，就是一个一级，一级，一级大级，四级，一级，六级，然后这是三级，四级。五级的挂和弦，然后一级的这个什么大七，四级，一级，六级，四五一，好，这就是什么呢？小调的六五一，又报错了。小调的六五一是吧？跑到了 D 的关系小调 B 小调，又是六五一，哎，
太复杂的来了，二五一连续的进行。这个什么 B 小调的二五一是吧，升 C 半点七，哒哒哒哒哒哒，哎，这是一个什么，哎，这是一个暑期将就是吧，有难度哈，大家尽量去干一下是吧，嗯，也没什么难的啊，就是时刻要记住自己在哪一个 key 上，我要我忘了的时候我都会自己看一下，哦 ,B, 那肯定是一个什么 ,251 升 C, 升 FB。行，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好吧，我这还有明天的这个工作要准备一下啊，大家回去好好写作业行吧。就这样了，今天下课了啊。